烦恼学生自细汉就因为食粪扫食物影响身体健康，新竹国小特别举办校园乐活健康讲座，邀请严正关怀基金会用行动活泼的方式，教小朋友建立正确的饮食观念。天龙区新竹国小儿童节活动中，特别是邀请财团法人严正基金会来学校，教小朋友正确饮食模式。教导孩子认识食品跟食物的区别，那营养素跟热量，还有食品添加物，以及跟这个现代人疾病的关联，那希望孩子能够有健康营养的每一天。健康讲座配合学生年会以活泼趣味的方式进行，活动一开始，讲师就以轻松的动画短片为学生讲解精选食物时应该要注意的观念。那让小朋友从借由动画跟影片，然后加深他们的印象，然后在这个讲座当中也结合了这个有奖征答，让孩子能够及时的回馈，然后从中呢得到他们所应该有的这个营养知识，就是对于癌症的一些食物的挑选会比较慎重，比较注意。我学到了可以分辨食品跟食物的差别，然后那个不天然的食物加工的尽量不要吃，对身体不好。欢乐学生自细汉就因为食粪扫食物影响身体健康，新竹国小和儿童节唔那单纯的庆祝，是加一挂正面的教育意义。记者新竹电话三重采访报道。